虫虫啊，这是海参。你给阿台吃，筷子拿一双。只有你拿，爷爷奶奶才肯吃。是的，你在这时候一会听见了，他又不吃了。虫虫，你不能吃。小魔仙家，认家认家，我给家了。问家了。看来得用惯的呢。得我亲，小魔仙家，没得公公仙家。没有。问家，那是虫虫，虫虫。虫虫不能吃，哎呀，这家伙看到什么都想吃。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只有麻薯能安抚咱们甜甜的情绪。今天没下雨了，我这里也在浇，浇。你是泡水泥还是要种菜呀、啊？你都在帮倒忙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准备把鸭圈这两边的墙给它砌起来，把这个鸭圈给它彻底完善好，不然甜甜的鸭胸只能关在这个小黑屋里边，出都出不来。不能出来活动。过几天不光是鸭胸，还有鸡哦。再买点鸡好不好？成群结队。拎袋水泥，这个半袋够不够啊？够了。出来得买点水啊。要。开一点哦。看得很简单哦，妈妈没空呢，妈妈砌砖。这手痒痒，非得来两下。我感觉我会啊，我眼睛是已经会了。你看人工讲会硬软软嘞。你看这块砖我返工了，知道吗？砌的歪力砌穿你，歪力砌穿你。闽南话不会说就不要说，出来丢人现眼。外边要平，里边不够的可以灌点水泥都可以。外边对齐，这边对齐。那么讲究的，那我不得搭把绳子？我再给你买个红外线的仪器啊，好，专门去做瓦匠。阿泰，似乎不止三百。奶奶也是。啊，阿泰，啊，看到阿泰了，眼睛真亮。看阿泰那么激动哦。哥，那个咋归给你？啊，那个咋归给你？好。大家快点，怎么咋归给暖暖了？厉害了。厉害！哎，买 K 组边个抢人了？抢一的 A 了。K 组不在前面住，搞外边边。妈妈盖的房你敢住吗？不敢住。估计养个猪还差不多，住个人就不行。你看这个在捶腿了。我不要住了。你别得了便宜就卖乖啊！盖个猪圈还差不多。猪圈能盖得起来，那也不错，还能养猪呢。他感觉他又在骂人呢。你爸今天要准备给你做个牙签肉。可是吧，又要辣子，又不要辣味，在洗辣子。肉肉，哎，你今天早上吃啦？肉肉，肉在哪儿呢？你吃哪里呀、啊，宝宝？肉松，肉松。准备一块里脊肉，里脊肉切成薄片。不知道以为咱这一家人多贪吃呢，切个肉都盯着，都快流口水了。好可怜哦，看他刀工好吗？来点葱姜水，手头抓匀。哎，忘了手套了。来点生抽。料酒，来点鸡蛋清。没有手啊，手脏脏啊，一会再哦，一会再好不好？妈妈就过来。再放点玉米片。牙签肉的主角牙签。放一半下去，用开水泡一下。加入开水。进一步要把牙签泡软，这是给牙签消毒，不是泡软。牙签能泡得软吗？我又是泡软了。那等下还得放到油里面炸了。就是啊。你在傻？你才智障。我都想笑你了，你这解说也太不专业了。天天自己在这玩都不用看的。好棒哈、啊。谢谢宝宝。放是吧？放。我都不敢放里面，我怕里面有蟑螂。白天还没看到。现在把牙签穿到肉里面，别看刚才那块肉不大啊，切起来挺多的，没有一个人闲着。我感觉甜甜比咱们还忙，他发现这个，赶快拿出来，拿这个盖住。哎呦，真漂亮！
傻劲十足。他现在爱玩嘛，啥都想玩嘛。阿台在刮胡子，刮胡子是不是？你要不要刮？不要。啊，你说我没有胡子。不是。你这是老古董哦。老古董。丢一眼，这你来刮你的肚门，老贵了，这估计无赖了。嗯，无赖。要抓你啊？什么抓呀？赌房的也黑抓了，在这什么都是叫。你说了，我哪知道你放哪了？他叫人摆摆个龟也不是我修了，那个行吗？啊，你龟乱修，你想修修人不都在贴贴贴条多了？要放在桶的哦，我放在这个桶哦，我怕蟑螂爬，所以我就说成梭子了。到底在打安妮呢？我把肉一夹。这个人是哪都有他，你知道他干嘛？把菜花直接塞嘴里，还没炒他就直接塞嘴里，好吃吗？现在没看好他都不行。九分五成热可以下肉。要这个肉肉是不是？那我挑一小块，挑一小块。我来，我来。鸭肉。鸭肉啊。鸭胸。好吃吧？鸭胸。这看着老漂亮了。鸭肉。不能要了。要你一口都吃饱了。鸭肉。不行。自己抓出来，这个小的，这个小的，你抓这个小的。甜甜，你以后长大肯定会营养不良的，乱吃肉。放入蒜末，小米椒，炒香。放入牙签肉，放入烧烤料，搅拌均匀。开始葱花，量少了点，有点少，今天。老师，下次再弄多嘛。你看买这块肉有点小。不啊，不要。不啊，不啊，你知道了。嗯。我在这里了。这个才是你母啊。嗯。知道吗？母啊是谁？嗯，阿泰。母啊不是阿泰，母啊是你妈妈。妈妈，那好了。你掉了啊，掉了，中午就没饭吃了啊、哦。真棒。呀，终于到了，在这里菜应该这包。爸爸，你要在这里吃啊？坐跑到里面来。爸爸喂。爸爸喂你是不是？胖胖啊、哦，小心。安排营养指定冰糖啊，可能吃哈胖哎。嗯嗯，帮你把锅加热了，热不加热？宝宝，要风扇是不是？哇，大宝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太公，太公的也要吹一吹。哇哇，香啊！谢谢。奶奶不用，奶奶不用吹，妈妈的吹一吹好不好？妈妈的饭吗？吹一吹。好，关掉。妈妈要。好。那你俩夹肉头，他再冒火。夹肉夹不行了，你要杀。按你说的，要不要？要肉。肉肉，你这么快就吃完啊？你菜菜吃了没有？那个拿过来对不对？那也是肉肉啊，尝一下，南瓜很甜的，咬一下嘛，咬一下嘛。看来以后得研究要怎么把菜炒出肉味了，要不然他都不吃。素肉是不是？